Hello， 欢迎回到萨克斯风小秘诀。我们今天所要示范的歌曲是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，而这个版本呢是由卓著文化所提供的雷鬼变奏版。而演奏这样子的歌曲的版本时呢，我们需要运用多一点的舌头，来让歌曲听起来比较轻快，甚至在节奏上面去做一些变奏。那么就让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示范吧。